有人说，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个天使，他会以不同的身份、性别、年龄、样貌出现在你生命里面，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，伸出援手帮助你渡过难关，重获新生。有一种讲法说，天使不只是一个，可以是两个、三个，可以是许愿、守护、扶持、安慰、聆听，好多好多。所以就算你遇到几恶劣的环境、几困苦的时刻、几崎岖的路上，人从来都不孤单。或者仍然有人会说，我望不见，肯定身边一个天使都没有。这个时候，或者你望一望自己，你就会知道，原来你已经成为了其他人的天使。